主啊，还有各位球迷，今天看到满满的球迷来为我见证这一刻，真的要感谢你们，这边先谢谢你们。首先，我要感谢红云企业，还有竹东镇竹东市长，还有苏丹苏林哥，这一路走来的照顾，也谢谢感谢我这次青年为统一打拼，让我改善了。
很感谢这一路走来你的照顾。还有我们对象的王威友，他们真的很辛苦，对我也真的蛮多包容的，不好意思你们连夜一直给你们添麻烦，辛苦了。再来我要感谢的是中华运动行销公司，虽然我们才短短的合作几年，但你们让我感受到把我当作家在照顾，让我在场上无后不需要的打拼，谢谢你们。最后感谢的是Snake公司的赞助，是那个这次在我的影片上为我做的相关的商品，每次过去都会收到你的精美礼盒，谢谢。再来就是我从第一年到现在，我都是用沙沙丁的棒子，不好意思，改一下广告。他们也多提供我手机让我使用，可以让我在场上。打出好的成绩，谢谢。
我很高兴我可以带领台湾棒球来当球场办理很多。因为这里每个角落都看到我的足迹，充满爱国爱国的活力。进到球场，感觉这里就像第二个家。跟球迷一起奋战，队友、教练一起打拼，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，缺一不可。虽然很不舍，但我没有离开你们，我的心永远与你同在。如果没有你们，就没有中华职棒，就没有统一，就没有现在的棒球。Thank you.